Nature is humanity's best friend. Without nature, we have nothing. Without nature, we are nothing. Nature is our life support system. It is the source and sustainer of the air we breathe, the food we eat, the energy we use, the jobs and economic activity we count on, the species that enrich human life, and the landscapes and waterscapes we call home. We are waging war on nature.我叫王超，今年32岁，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园区的一名基层巡护人员。现在熊猫上树了，我正在录像。熊猫在看我。跟人打交道，肯定更喜欢跟大自然或者是跟野生动物相处。熊猫在看我，上树那只熊猫发现我了，树下那只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我现在离它的距离只有12米到15米之间。还有个熊猫老火火哟，这看我怎么搞？我怎么下去了？就在一个星期的时候。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产生迷茫最多的一代，我们的父辈更多的是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我们会更多的思考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能够从事这份工作，保护这片就是我们很小的一个区域，每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它就是对这工作的一点意义。基本上动物都可以去出现，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四川羚牛、小姐、斑羚之类的。它上面这个叶片，你看它建筑上面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它就是动物驱使过的，但它驱使痕迹还是比较高，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兽类。前是一片那个伐木场的临时住宅区，保护区建立了之后，这个地方就荒废下来了。荒废下来之后，我们就把这里建了一个盐场，就是补充野生动物的那个一些对于矿物质的需求嘛。照片其实对于我们搞野生动物的研究来说，还是就是在细心的了解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有很多的，比如说拍照老师就会说，我今天拍了那个动物有什么习性，这个是我们之前从来没发现过的。其实我觉得用这种照片的形式来记录是一个很好的记录。电了吗？没电了，你看看。也是因为影响吧，因为我们身边，本身就采购了很多相机，加上周边有很多人喜欢拍照，慢慢的自己也被影响了，觉得自己在工作之余还是要找一点自己的爱好。慢慢就自己去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慢慢的喜欢拍照片，就这个。来到野外，首先一个是看我们有没有森林合情合景，同时就是有没有这些植物啊，是动物呀，有没有生病受伤，有没有人为活动，就所谓的干扰。看看看，猫管路，赶快拍动物，这个是猫管路。平常日常巡护就是走这种没有路的这种路线，才能反映我们唐家河保护区的真实状况。
像我最长的去野外，在野外住了31天，用那个彩条布在野外盖了一个棚子。因为我们在这个31天在野外哈，这个可以是正常开展工作的前提下，我们就认真的工作。在这种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说这种动物消失在我们的视线这个之外了，那么我们相互可以交流，可以轻松一下，放松一下自己，也还是感觉到比较充实。而且一个鸟，这个就是红嘴蓝雀的羽毛掉到这儿的，看到没？因为这个鸦雀呢很凶猛，它也是杂食的，包括像蛇呀、那些它都敢攻击啊、像那种是小一点个体的那种老鹰呀、那种它们都敢对这些鹰类发起攻击。所以说红嘴蓝雀很凶，虽然它长得漂亮可爱，表面上看起来它实际上很凶的。但是唐家河到现从我来到现在，的确我深深的热爱上了唐家河。唐家河真正的是这个野生动植物的天堂，植物的宝库。同类动物在这儿排过便的，它走到这儿的时候它也会往上面拉粪便，看，所以越拉越多，这儿拉了这么一大团一大堆的这个粪便。这就是野猪公的，放心，有我在你就放心大胆的。是一只虎，我怕它不？你看我这一张啊，这张照片就是我2014年这个拍的一张，就是我们生态监测拍的。人工饲养的和野生的，它始终就看起来有差别。啊，是野生的，你看嘛，它的很有灵性。我想先问一个你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我肯定是喜欢的，因为就我的看法来说啊，只要在这个从事这种工作超过3年，他或多或少对这份工作都是有一定的热爱或者是情怀在里面的。从我们的从大局观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保护世界越管越好。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从我们私人角度出发来说，你觉得你建不建议你的子女继续从事你这份工作？说实话哈，作为内心来说，我不想他们来这儿。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他们真正的也有这种个人爱好啊，那么就像我一样的喜欢这种自然，喜欢这种野生动植物，那么我还是觉得他们来唐家河的，至少是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看这几年这个全球的气温是不是在变暖嘛，对吧？那么你看这种天灾人祸是不是在增多嘛？所以说这个跟着自然这种破坏这种是分不开的啊。我如果说我们地球上到了某一天只有我们人类这一种生物动物了，这种可能离我们人类灭绝的时间也不长了。保护自然的目的和意义在什么地方？参与进来跟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保护这个自然，一块儿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星球上生存，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我还有7年就退休了，在我这30多年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岗位上，的确感觉到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